没有电的居酒屋里漆黑一片，业者决定暂停营业后，在客难的状态下展开打包行动，价值几十万的食材几乎报废，冰箱也因为断电故障，原本想对台电提出申请安装电表，却因为房舍状态无法完成。地上卧室、组合屋、货柜没有办法请独立电表，这个是我们有去咨询过的。出租土地的房东眼下租给居酒屋业者，因为用电问题双方僵持己见，但回顾前一手租给餐厅业者，这个前所申请这个高压的，好像三项用电电表，然后这是这样从我家这边拉过去的，说我网络上查好像这样拉，不是申请的地址，这样拉到邻地啊是违法。依照台电的建筑外电表申请规则，申请人的选项只有抽水用电、河川区域内用电以及农地用电这三项，申请人同时要拿出各项申办证件，如果不是地主就要有委托或同意文件，如果是农地就要先取得农用证明，农地农用才能申办。这个房东与房客各执己见的案例，台电亲自走一趟查看，没有所谓的转工的线路。台电确认现场没有转工电力的情节，不过居酒屋能否申办电表？目前的货柜屋跟它后面的一些建筑都没有取得建管单位的使用许可，也就是没有使用执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是我们是没办法供电。至于房客控诉房东声称要收的电源管线使用费，当然不行，因为他只要转工到原来的供电范围以外，就已经是违法了，违章在用电。地主与承租的租客为电力来源与供电与否各有立场说法，台电说解套方法不是登出，不然就是得设法让居酒屋的结构取得使用执照。